我是来自天堂的东东。你是来找到璀璨的吗？这是我朋友的账号。你是谁？林哥是谁？我听说他很渣，太弯。具体的可以吗？只有两种哎，你是 YT 界的还是抖音界的？我们先来点一波，找好看的，还是要找你们爱的？有分呢。还是长发短发各一个。亲爱的老板您好。亲爱的老板你好。紧张的传说对决，想要开心打游戏释放一天的压力吗？国语台语拢会通哦。国语台语拢会通哎，那怎么没有广东话的？你们看，主播就是来自天堂的狗狗啊，有没有？来自天堂的狗狗，靠呗，是天使啊？不是啦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喜欢的啦？点男的干嘛？点男的我不行啊。我被男的康特171长腿欸，长腿欸，不是长腿怎么没露腿？我真的有欸，腿很长。吼吼，小许同学，哦，人家璀璨欸，确认欸，真假这么屌？爱我，爱你哦，兄弟。我不是老板，我是来自天堂的朋友，欸，来自天使的朋友，可以让你喂饲料吗？靠，喂饲料。就这个了，应该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直接下单。OK， 所以他接受订单了，一单一吗？没关系，只想跟你打一把，我打一场，就足够让你恋爱。当然，当然没问题。啊，如果没有恋爱怎么办？我再下他一单啊，不然呢？让他直接恋爱我是吧？那我们累够了。等一下，你还没进来。进来哪里？我的房里。啊，那等一下你要打哪里？不设什么辅助都可以。那你扶我吧。开麦跟他们讲。哎，可以让我跟那个海伦双人线吗？完蛋了，他来搅局啦！不是啦，他来影响我们约会啊！我跟你讲。没关系，我们直接走凯撒路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走凯撒路，我们直接放生他就好了。因为我们要放生你了。你是那个卡芬尼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现在找到璀璨了吗？没有，不是璀璨，不是我，这是我朋友的账号，我跟他借的。因为我刚刚是我第一次点开关，然后跟他讲说，我找我最强的朋友借一下账号。欢迎来到传说对决。真的？当然，你看我讲话这么低俗。对呀，我看起来是这么有实力的人吗？林哥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什么？不是，我就跟你说，我跟最强的哎，实况组吗？你是什么实况组？我怎么可能是实况组？靠呗，实况组会来点陪玩啊？好笑吗？不是啊，实况组会来点陪玩是不是？哎，你先往后拉。我知道。可以。怎么一直有声音啊？没有，来打扰我们约会。你旁边有人对不对？没有，那我先不讲话。缺了，你旁边没人。你已经关麦了，怎么会听得到？我等下要去查听众。Google， 你要 Google 谁？林哥，林哥是谁？告诉我的 YouTube 啊，拜托了、啊，拜托了、啊，我要上你群。不可能，没有不可能，真的不可能。没有，你不要再纠结这个了。我跟你讲，啊，你应该先带我飞一波。我第一次玩，我才刚凯撒。哎，凯撒，被攻击，你快点上啊！当然，我还在输出啊。拉打一下哦，拉打一下，一红四。哎，你很猛哎、欸，哎，看我，救我，我快没了。OK，nice。可以。前方凯撒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跟你讲，你说的那个林哥我也认识，我有时候也会看他打，而且我听说他很渣。他在 YT 界，我经常看留言了，就是因为我都会默默关注他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这支账号到底是谁的？我就是他粉丝啊，我刚刚取很像，而且他在 YT 界有一个蛮骚的绰号。什么绰号？海王，观众都叫他海王。你知道海王吗？知道。你知道海王是什么意思对不对？像你这种，好像吗？像我这种的，我这个只是默默无名的人哎、欸，我每天早八晚九哎、欸，真的怎么可能？不是啦，我怎么可能会？哎呀，
你不要误会我啊，你真的不要误会我、啊。哦，所以你会看那个、林哥那个？不会啊。哦，啊、为什么他叫林哥？不是一个死屁孩而已吗？啊，我们队的还说。他想看你指挥，他想听你指挥。没有没有，那是误会了，因为我经常，因为我经常借别人账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经常就是可能会被误会，对对。你都借直播主的账号，这样是对的。我有钱啊，我有钱借啊。我刚才想说借一场5000，所以我就到处借啦。那你下一单什么意思？我下一单我借阿宝的好不好？因为我是 HK 大粉丝啊，可是我跟你讲 ，HK 每个账号我都借得到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跟你讲 ，HK 每个账号我都借得到，我都跟他们讲说一场5000，看他们都 OK。哎，你说。我要看 CSOT 的可以吗？看，谢谢，没有问题，我等等去跟他借。对，最好是你的品。当然，琪琪有分的，你有在看抖音吗？琪有两种哎，你是哪一种？你是 YT 借的还是抖音借的？有分的，我不是很喜欢抖音借的。应该是 YT 借的吧？我、YT 借的我可以，YT 借的我可以。啊、他有野区，他有野区，我们全期。他们来送。拉打一下，输出，输！你退后，你快点补血，快！全收！不，再来！当然、不是啊，吹一下，不是我射成这样，你不吹我，你怎么死？抱歉，吃我不好，我带你冲。好了，我也去死了。你不用死。确认。谢谢你不用死。听老大的。你，我觉得应该有点像那个哦，像那个直播主。直播主。对。是。你知道我是香港人吗？你这香港人会这个口音？我教你一句香港话。好，好犀利呀！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厉害呀、我要问他们。你要问谁？没有，我看不到你讲话，我真的是看不到你讲话，因为我已经把全麦关了。好，睡哦。你快来帮我！快点，没有你我不能输出。所以，我看你在我旁边，我直接无敌的存在。你等等，不要再跟我分开了，我拜托你。你再跟我分开，我就要去天堂找你了。你知道我是来自天堂的狗狗吗？来去自如。啊！快！点塔！他们怎么直接跑啦？你太强了啦！怎么打这样？不是啦，你无敌的存在是不是？对啊。人家这样6分钟就结束。不想。我不小心射50%，怎么才这样？不是，人家6分钟结束是怎样 ？YT， 我要去找你的中间流血。我就跟你说，我借账号的，不然这样，我等等再开一次账号来给你看。不是对手这样子犯规啦，我还没玩到30分钟就结束了。海王要去找别人。这到底是谁的号？这是本人吗？我不是本人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是本人。不然这样，我下次再下你单，然后我选琪琪的出来 ，OK 吧？你到底是谁？狗狗？我是来自天堂的狗狗，我们后会有期，你可以跟我玩吗？因为我等一下准备我要睡觉了。对。晚安。你可以把我当你男朋友再说晚安吗？晚安。叫男朋友晚安是这样的。不然呢？你是叫我？再慢一点。晚安。好，晚安了。再见。好笑吗？他跟男朋友晚安是这样的吗？好笑吗？好笑吗？不是啊，哪有人这样真的？不是我亲，不是我8分钟就让人家结束了，哪有人这样？没有人这样的啦，没有啦，不行啦，受不了了，我们再去点下一个吧。我等一下声音要找难一点，这个小鲁鲁。嗨，传说玩的没有很好，但有可能会雷到你，但我会尽力让你玩的开心的。确认不是？他这照片450块，怎么可能？阿东，他秒回，确认，我怎么相信你？我怎么相信是本人照？他这个是利他陪玩，兄弟们，我是让他很无言。相不相信看自己啊。我觉得你的颜值不值450。
应该3000吧。因为玩的没有很好，所以我没开高。哦，那辛苦钱哎，那很辛苦哎。那我吓你吧，我们吓他吧。你要不要去找咪咕？咪咕是谁？你约闺蜜跟我玩？确认？他约闺蜜耶，买一送一。我操，买一送一哦，跟他有双人优惠，双人优惠，双飞就对了。哎，有双飞的，有双飞的，当然 OK 啊。